再喊个沙鹅，看一下，是沙鹅，现在上菜了，刚出炉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新鲜，哇，好看啊！两只，今天晚上是吧？是烤了三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OK， 现在可以上菜了。哦，有点烫。哇，好热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热。哦，这样的牌子，太热了。这个两桌的话，上来先烤啊，看到没有？热的沙鹅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砍哦。你砍了它肉容易缩，所以必须要慢一点点。太热了。这就上菜了啊！反正啊，这里还有个鸽子，四个勇哥，啊，冷的叫吧，奶奶，哦，先我上啦，先上两碗。好热啊！太烫了。好看，太烫。看到效果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两桌的，冷的这边，这里还有两个散的，啊，这样来看啊，看看，都是刚出炉的。热腾腾的啊、哦、OK， 现在可以上菜，这个 A8 先吧，啊，这个好，再砍个煞枣，这就是煞枣，23号是煞枣，煞枣烧鹅，很热，这个 OK， 现在可以上菜。再砍五个啊，鸽子四只，鸽子，看一下，都是肥白白胖胖的大大只，两桌了，一桌两个，一桌两个的话，不知道够不够吃啊？那平常是一开4了，现在给他一开6吧。
个颜色很烫，刚炸出来。现在是两桌的鸽子啊，现在可以上菜。OK， 这烧鹅的排，兄弟官，你把那裸带丝啊嘛，好香。好，烧鹅半只啊，阿罗都两叉烧。点乜油？点乜卤？看到吗？把这烧鹅看。这颜色可以吧？啊，非常的漂亮哦。